这种人最爱做医美。协会研究发现，哪一种人最喜欢做医美？我跟你讲，他为什么会白，就是因为他很在意自己白不白。那皮肤黑的人，其实你是小钱，他不会来诊所的啊，他人家晒太阳很开心啊。对，一样觉得自己黑的跟冰美一样，是焦糖，对，就是焦糖美人啊。而且你会不会聊天？健康美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